八关斋戒，功德利益。尊敬的诸位法师，慈悲，尊敬的诸位同修护法，大德慈悲，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今天默学，向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态度，就是先来跟大家说一声祝福。今天是我们进入第七天的佛期，而在佛期当中，我们发愿深信佛陀的教诲，来发愿受持八关斋戒，然后用万名万德洪名这一句名号来断除我们种种的烦恼。那要怎么样才能够念佛，在这一生当中获得弥陀的加持呢？念佛是一种手段，我们念佛最重要的就是求智慧，而这个智慧建立上在我们能不能从定的定功的功夫而开慧。我们念佛是不够的，因为我们的心起心动念啊，不如以前的古人所学佛的，所以需要啊经教里面呢、来破我们的迷惑，而来开发我们的智慧。所以听经闻法是一个很重要的，不管你现在在哪里，在世间法，在这个社会上啊，你跟人家在相处处事待人接物啊，如果我们没有用智慧啊，所遇到的、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谓六根接触六尘啊，都在起心动念。这个起心动念都是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所讲的无不是罪。所以今天跟大家来讲一下诸佛，因为我们今天有这样的因缘，是稀逢、稀有难逢的因缘，所以要真正啊把这一次的因缘落实在生活。所以我每次这几天常常提醒大家，佛法
是要在生活里面去悟出的。念佛也是要从念佛在生活里面去培养的，所以念佛跟生活是缺一不可的。从念佛融入到生活道，融合而已，这样来念佛，我们才会悟出释迦牟尼佛所讲的宇宙人生的真相。宇宙人生的真相是什么呢？是无常的，确实真的是无常。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看到啊，祖师大德每一次佛期当中必定提醒我们万言要放下，一切随缘而不攀缘，这样来念佛而学佛，才获得无量无边的功德利益。这个功德就是讲清净心。所以今天我们有这种的因缘，请大家要珍惜。所以这几天我常常以地藏菩萨百愿经用一段的经文常常提醒我们，哪一段经文呢？闻佛法的机会。闻就是活在当下，你能够活在当下，以佛法来自觉，帮助自己自悟，不但自悟，也能够度他。这个就是佛法的原则，没有别的，教我们觉悟而已啊。只要你觉悟，接下来你学什么样的法门就容易了，这是原则上的。只要你觉悟了，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明白了，这个真相你学什么样的法门都能够成就，而且我们在世间法也能够帮助我们获得无量无边的幸福快乐与人生。佛法就是这个的觉悟的。所以今天我们有这样的因缘啊，非常殊胜，也稀有难逢的机会啊。所以啊，我每次把这个这几天啊，这个八关斋戒啊，这个用短短的时间半个小时啊，来跟大家讲讲话，该讲的我已经讲了，该说的我已经说了，接下来就看大家的虔诚而恭敬，怎么样把这个佛法应用在生活里面啊。这几天该说的我已经说了，该讲的我已经讲了啊。明天是我们最后一天，就是最圆满的啊。最后啊，我们又也做一个大回向啊。这种的因缘呢、啊、非常的殊胜，所谓啊，师父引入门，修行在个人。所以我常常说，该什么生死就怎么生死。你要这一生当中我们的方向与目标能够把自己定下来一种功课，而清楚而明白，那将来我们的方向那就非常一片的光明。学佛的好处啊，就是在这里。所以昨天跟大家介绍周老太太念佛往生的故事。周老太太距离我们才三个多月呀、啊，而且视线神通让他的未信佛的媳妇看到这样的情景，对他的未信佛的媳妇生起对佛法的信心，而对净土
念佛往生极乐世界这个道理而产生的信心。那他老人家周老太太他的秘诀在哪里？我们大家就相信啊，相信有阿弥陀佛，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相信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我们都相信。那为什么我们的效果而不能像周老太太的这样的殊胜呢？它的秘诀在哪里？没有别的，就是在于放下而已啊。只要你肯放下，你学佛有一半的成就了。所以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昨天用周老太太的这个故事，从周老太太往生之前为我们开示一段话，我今天又在重复跟大家讲。你能够悟出这段话，那就恭喜你们。周老太太讲啊，还没往生之前，她告诉我们：“师兄、师姐啊，世间是苦的，人生是无常的，世间一切的万物都是假的，不是真的。那我们今天来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个才是真的。”啥都是假的，所以对一切法一切万物不要去留念，因为留念就是痛苦的根源。这一句话有多少人能够悟出啊？说实话不是讲我们，但是确实真的周老太太所讲的，世间真的是苦的。一个人得到他所想要的，这种的追求欲望的快乐是建立痛苦的极乐。所以啊，我们看到为什么一个人看到得到他想要的心里非常的快乐，为什么？因为他所想要的得到的东西他都得到了，但是乐中有建立，乐中有苦啊。为什么？总有一天会失去的。那既然这会失去，那这个不是我们的，那既然不是我们的，何必再执着呢？所以人的痛苦就是过于执着而不放不下。所以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你要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首先你要放下，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周老太太用这一句话来提醒我们，叫我们要提醒每一分每一秒，一定要提醒自己，世间真的是苦的啊！所以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一件的事情啊。这几天呢、啊，就是明天，既然我们今天有受持这个八关斋戒，那我用这个两天的时间，把阿难，就是佛对于阿难呢、啊，在阿难问世佛几凶经里面有一段经文来跟大家分享，让我们这一次为什么十方诸佛如来一切诸菩萨中祖师大德重重把我们学佛的最重要的基本定在持戒这一堂课。你学佛你没有持戒，就如同
我们建一栋房子没有基础，不管这栋房子有多豪华，有多美，有多好看，如果它的基础没有建稳的话，那我们所学佛的容易动摇。那为什么诸佛如来、十方诸佛如来以及诸菩萨众、祖师大德把这个持戒的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课程呢？就是消我们先来断恶，消我们的业障，业障消除了，你学什么样的法门就容易啊，就很顺利啊。因为我们无量劫以来生生世世到现在啊，不知道造了多少的恶缘，所以现在在这个生活里面遇到种种不顺意的事情，看到种种障碍对我们菩提道业上的这一路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我们要学佛，我们要念佛，所以昨天我跟大家讲过了，像我每一次要拜佛的时候，我就观想阿弥陀佛，因为我念佛，我要跟阿弥陀佛是一样，加持祈请弥陀来加持，从我们的发自内心那种流露出来的，跟阿弥陀佛说，我要跟你一样，我将来也要建立我所要的，我要来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弟子祈求弥陀的加持。我们每天拜佛就是这样的观想，希望阿弥陀佛加持弟子，就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明白现在在这个末法期间，要找到一个大善智士在我们的旁边来指点我们，来教导我们是非常难的。所以持戒是一个方法，是一个手段，没有持的戒，我们怎么能够得大智慧呢？没有大智慧，怎么能够来破除我们的无明烦恼呢？没有大智慧，怎么能够来帮助我们断除我们种种的烦恼呢？所以求佛就是求佛的智慧，这个智慧从哪里来学？只要你能够发一个愿，就是从发自内心那种流露出来，对于一切人、对一切事、对一切物，用慈悲的心态来对待一切人，自自然然你的智慧就开了。而这个慈悲建立在哪里？建立在戒律当中。所以阿难，问是佛及胸襟，一开段就是一开端就告诉我们。所以今天来跟大家来分享啊，因为明天是最后一天啊，讲比较深入一点啊，大家如果听不明白，那你们的事情了啊。这几天很简单的跟大家用地藏菩萨本愿经的内容的大意已经跟大家说很多，而且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就是我们学戒律的基本。好，那阿难，问是佛及胸襟呢？有一段经文我们来看。有人奉佛从名师受戒，专信不犯，精进奉行，
布施守寿，形象鲜明，朝暮礼拜，恭敬燃灯，敬师守安，不为道尽。大家要注意听哈，接下来这一句话很重要。斋戒不厌，心中心心，常为诸天善神拥护，所向邪偶，百事争备，为天龙鬼神众人所敬，后必得道。最后一段大家要注意听，释迦牟尼佛而说是善男子、善女人，真佛弟子也。这一段经文为我们说明非常的清楚，你没有持戒的功夫，那你就非常难。所以释迦牟尼佛最后那一句话告诉我们，你是不是善男子、善女人，你是不是真佛的弟子。那今天我们问我们自己，释迦牟尼佛为什么称呼善男子、善女人，这个善的标准在哪里，建立在哪里，大家都明白。所以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诸善善人聚会一处呢？为什么？什么原因？这个善从哪里来的？怎么建立的？记得，我们要行善，首先要明白我为何要行善，我行善为了什么？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今天我来念佛，我念佛是为了什么？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啊，才不会把我们的方向与目标而搞错方向了。然后我们今天学佛是为了什么？今天学佛对我们现在末法的众生生活而在这个世间有什么帮忙呢？对我们现在这个众生种种的烦恼、种种的困扰、种种的痛苦，这个学佛能够帮忙吗？所以先要搞清楚啊。那今天我们为什么在《弥陀经》里面，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诸善善人聚会一处，这种善是以哪样善的标准呢？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一段经文啊，分为三个阶段哦。我先跟大家来分析啊。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有人奉佛从名师受戒，专信不犯，精进奉行，布施守寿，这个是第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是为我们说明什么呢？就是从名受戒信行，而所谓所讲的是师承，这个就是讲师承。你要学佛，你要受戒，首先你要找一个好的老师啊！啊，真的啊！你没有一个大善智士在我们的旁边来指点，我们现在学佛好难啊！在《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我们看到了大长者子他是怎么样学佛的啊？大长者子就是地藏王菩萨
过去还没学佛之前，身为大长者，大长者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富家公子，很有钱，不但很有钱，而非常有礼貌，对人非常有恭敬，对父母而非常的孝顺。但是你看现在富家公子有这样的态度吗？乱七八糟的，我常常看到啊，仗着父亲的权力和势力来欺压别人，这种很多人啊，以为爸爸很了不起，有多钱，有地位，有权力，仗着父亲的权力来欺压别人。现在就是这种的社会。对啊，像墨学遇到一个很有钱的大女儿，我态度很不好。很多啊，所以地藏王菩萨身为大长者子，他还没学佛，开始学佛，他也是找到一个名师啊。他的老师是谁？师子奋训具足万恨如来，这个他是刚开始学佛的。但为什么他要学佛呢？他为什么地藏王菩萨初学佛的时候，他为什么对于佛法这么样的信心呢？他没有别的，因为他看到佛，见佛相好，千佛庄严，他看到佛非常的庄严而非常的帅，我要跟佛一样，像佛那样，所以请教师子奋训具足万恨如来，我要怎么样修，我要怎么样来修行，才能够得到像你这么好的相好。我今天问你们哦，如果今天你看到一个法师长得很庄严，或长得又很帅，你们心里会不会羡慕啊？会不会？会不会啊？当然会啊。像我们年轻人的时候，女生我要找一个很帅的男朋友啊，像男生的我要找，我很找一个很美的女生。我跟你讲啊，人越帅啊，越难照顾啊，好辛苦啊。那人哦，越长越帅，好辛苦啊。因为我常常遇到啊，师父啊，我好辛苦，我很后悔，以前我不应该找这么帅哥。我每天很辛苦，他反正他超过十点还没回来，我很起烦恼。所以啊，要聪明一点。啊，像我这个刚刚好。啊，像我这个刚刚好。哎，长得不好也不是不很好。长得太帅也没有太帅。哎，刚刚好。对不对啊，起码我自己啊给自己鼓励嘛，对不对不需要人家的鼓励啊。今天如果学佛法师长得很丑陋，然后在这边讲经说法，我相信今天来的不到十个。啊，是真的啊。所以众生很着相，而且这种的着相是非常严重的，所以佛没办法用这种的果报来度众生。所以地藏王菩萨刚学佛的时候，遇到好老师来指点老师，请教老师我要怎么样来学佛，我要怎么样来拜佛，才能够得到像这种你一样老人家的果报，相好庄严，千佛庄严。他的老师就跟他讲，没有别的，那现在我借用过奋训具足万恨如来来告诉你们，
你要不要相好千夫庄严？要不要？我教你一个方法，也不需要化妆。怎么化妆也跟佛 也比不了啊。你看现在的人越化妆一看也不自然，对不对？为什么？哎，整容的不天然的，我们是天然的 go green 的，环保的。啊，我们也不需要化妆。你看你看我们学佛法师长得这么庄严，你看。对不对？先讲鼓励一下嘛，对不对？所以啊，这个狮子奋训具足万恨如来，怎么教地藏王菩萨呢？他说没有别的，你发一个愿。发什么愿呢？度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生生世世累度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一听到这句话，地藏王菩萨生生世世无量劫以来都是在度众生，到现在为止都从来没有停过的。是不是地藏王菩萨追求相好千佛庄严？不是的，是因为他从他的自心流露出来那种慈悲心，怎么样来帮助众生，怎么样用那种慈悲流露出来那种慈悲的心态来服务一切众生，自自然然相好千佛庄严啊。我们要从果上去修啊。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一个人长得帅不帅，就是因为过去的因缘。所以你要今天长得庄严，你要长得人家对你的爱护而佩慕而羡慕而一种敬爱，那你首先要发这个愿啊。所以后来地藏王菩萨无量劫以来示现已经成佛了，那为什么示现菩萨的身份？为了要补助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娑婆世界来度化众生，就是这个道理啊。就像文殊师利菩萨过去已经成佛了，为什么示现成菩萨的身份？为了补助释迦牟尼佛对于娑婆世界的众生来帮助破迷开悟。所以名师很重要啊。我们再下来看释饶王听到世间自在王如来闻道之后，心里非常的法喜，后来出家称为法藏比丘，经过老师的指点而教导，后来经过五劫的时间修行成果，建立自己的佛果，称为极乐世界，现在就是阿弥陀佛。五劫时间太短了，我们都知道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一个菩萨示现成佛需要多长的时间，三大阿僧祇劫才能够示现成佛，但是法藏比丘他能够有这样的，为什么？有老师的指导。那现在我们要去哪里找呢？我介绍给你们阿弥陀佛。哦，那阿弥陀佛我们要怎么样听阿弥陀佛的教诲？净土经里面有五经一论，你选择一部，从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然后弥陀经，在华严经里面普贤十大愿王，然后从楞严经里面有一品叫做大势至菩萨圆通章，然后一论就是天亲菩萨所制造的叫做往生路，你从这五经一论你去选一部，从这一部的经典你去依教奉行一门深入，我告诉你们我们都会成就的。
然后人说阿弥陀佛太太远了啦，那我找谁老师？我又介绍给你们一个，是谁？谁啊？谁？讲清楚一点了，是谁啊？哦，我以为学务法师哦。哎，不好意思啊，师傅，对不起啊。哎，真的就是师傅上人啊，他老人家有修养，听他的经比较稳固。我今天来学习讲经，是因为啊，要跟活菩萨一样，就是每一天跟活菩萨接近。所以啊，从这一段里面，阿难问是佛几凶经，从名师受戒而信，才能够有一个果报，这个叫做师承啊。这种的师承非常的重要，这个名师不是出名的，不是名声很有望的，而这个名师所指的就是有德恨的，有修行的，可以作为我们的榜样，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善知识，这个叫做名师啊。所以受戒，接受戒佛的教诲，接受佛的教诲不容易啊。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受八关斋戒里面，这受八关斋戒里面有一条戒啊，我们一定要注意，要不然呢、啊，我们会产生呢、啊，对于我们无量劫以来，或者今天生生世世，或者辛辛苦苦，我们所修来功德一下子就没有了。这一条叫做什么？不虚狂语。不虚狂语里面分为四大类：从恶口、两舌、绮语、妄语。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那为什么这一段经文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一定要从名师才能够受戒，而从受戒然后落实在生活？所以在华严经里面有为我们列出来一段话，萨多善男子，若欲成就一切智慧，应决定求真善知识，勿生疲懈，勿生厌足，皆应随顺，废见过失啊。所以你看华严经里面有一个故事，就是善男子，就是我们讲的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他是怎么学佛来的，他用什么心态来学佛，他用什么态度来对待一切人，用什么态度？用赞叹的态度，对一切人对一切事都是用赞叹的心态来对待别人。但是这种的赞叹要有智慧，看人家在造业，我们不能赞叹的，我们一定要来帮助；看人家在行善，我们一定要赞叹来鼓励。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就是用这种的态度来学佛，所以他现在啊成就自己，而现在来度化众生。一个人对我们有恩的，我们很容易对他的赞叹，但是今天如果有一个人对我们回谤伤害，而常常的来侮辱，我们要对于来赞叹这种人啊，可能在这个世间的人也不多，有也不多，只能一两个。为什么？因为众生的着相非常的严重，所以菩萨在这里告诉我们，不管在善或者恶的都是相等的。所以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从这里我们一定要来看，一定要精进才能够
不失守守啊。我们一定要努力，今天所受持的戒律才不会让我们今天所学的才会白费。这一段是第一段为我们说明，从名师受戒信行，就是我们学佛一定要好好找到老师。孔老夫子里面，学人也为我们说，三人行必有我师。三人行是谁？第一个是我，第二个是谁？是好人，第三个是谁？是坏人。不管是坏还是好的，他们都是我的老师。最重要的老师就是自己能够自悟。今天阿弥陀佛在你的旁边，但是你还不自悟，而且执迷不悟，那阿弥陀佛在我们的旁边也没有用处。所以老师最大的效果就是自己能够自悟，然后来度他。这个学佛就是我们所需要的。那第二段的这一段经文呢，是教我们什么呢？就是教我们里面所讲的形象玄明、朝暮礼拜、恭敬燃灯、敬师所安、不为道尽、斋戒不厌、心中信心。这个叫做礼拜供养斋戒，意思说就是用修学的方法来帮助我们。用什么方法呢？用拜佛。不要轻视这个拜佛的动作哦，这个拜佛的效果非常小啊。简单跟大家来比喻，你看我们师父上人几十年下来用什么方法，每一天300拜，而且这个拜佛能够培养我们的心清净，而从这个清净能够得身体的健康，确实是真的啊。老人家已经93岁到现在到处都在弘法，从来不间断的，所以他老人家每一天用什么方法来锻炼他的身体，培养他的心呢？每一天拜佛，而每天讲经，讲经都是每一天跟诸佛菩萨在一起，这种的动作对他来讲。所以有人问师父，你学佛是为了什么？简单的说，是为了人生最高的享受。这种的享受是什么享受？就是自在而解脱。这个自在解脱从哪里来得到？从这个智慧。智慧从哪里来的？从经教里面而得来的。所以我常常提醒大家，常常也提醒这些菩萨们。很多人说，师父我念佛就好不听经了，师父我念佛就好了不诵经了，这个是不可以的。这一句话以后也不能讲，为什么？断人家的善根，这种的果报躲在地狱的。所以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为什么我们要听经？没有别的，帮助我们增善缘。这个善缘是什么？帮助我们觉悟而已啊，就是这个样子哦。那第三段是什么呢？就是讲果报。这个果报怎么说呢？明天最后一天来跟大家讲讲啊。明天啊，是我们最后一天哦。我每一次经过这个传八关斋戒啊，来跟大家用这个短短的时间跟大家讲讲话。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把地藏菩萨本愿经来学习啊。今天我会跟大家来报告几段落的经文的重要部分，而且非常重要。那明天呢，是我们最后一天，希望大家好好用功。记得啥都是假的哦，记得啊。
什么都假的，带不走的，什么都带不走的，不用执着，一切随缘啊，能够随缘，生活就比较自在一点，生活自在啊，人生就比较快乐，比较幸福。所以一个人的幸福而快乐从哪里来的？从他的对于世间的执着慢慢一点一滴的放下。所谓古人讲知足常乐啊，只要我们只要抓住他的原则，你要过幸福快乐人满的人生，要懂得该知足的时候要知足，该舍得的时候你要舍得，这样啊来学佛，这样啊来到这个世间才有意义，要不然每一天活着痛苦而烦恼，那我们做人没有意思了。哦，记得啥都是假的，包括我们的身体总有一天也会离开，何况外面的身外之物都是假的。谢谢大家，阿弥陀佛。